这是卢布尔雅纳，这里绿意盎然，并且很美丽。感受城市的最佳方式是使用卢布尔雅纳卡。为什么？因为前往19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门票包括在内，卢布尔雅纳城堡包括在内，所有城市公交车包括在内，城市自行车包括在内，乘坐这艘船和这艘船包括在内。有了这张卡，你就可以使用所有的 WiFi 了，哈，甚至是这辆电车也包括在内。访问 visitljubljana.com 看看它帮你省了多少钱，可在线、在机场或在卢布尔雅纳旅游信息中心购买。